香港心思，有啥人问啊？讲到年金就无阮的份啦、啊。政府啊，救命一下哦！煤炭对台湾的经济，对台湾的发展过程是非常重要的。国防、交通、经济、民生，全部都是依靠煤炭。那煤炭是由矿工用生命去地下换出来的，因为每生产35,000吨，就要死掉一个矿工。台湾矿工是全世界劳工中伤亡最比例最多的劳工，就是台湾矿工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叹呢？因为你看政府，他不是没照顾人哦。你看老农、老渔，他们就很照顾。为什么单单这些劳苦功高，而且贡献很大的矿工，他没有受到照顾？所以政府是在选择性的照顾了，是选择选票照顾了，不是说真的照顾弱势或是照顾这些辛苦的矿工朋友。现在吼对老农话好嘞，老农照顾再照顾，然后矿工讲，阮存一万，阮死到存一万嘞尔嘞。啊，伊叫我讲，你80,000就咧照顾，我讲你一万都还下落，讲无，伊讲无钱，你想伊无钱吗？政府吼拢也输啦。拢选票啦，无讲照顾弱势，双立啦，就双立啦，我照顾弱势。希望剩下的还未死掉的真金，为台湾经济、国防、交通、民生，用鲜血、生命努力过的这些矿工们，能给我们比照老农的照顾，或者说，如果老农照顾是会有卡到很多条例很难过关的，也可以仿照什么特别条例哦，一个人给他们矿工一些微薄的补偿金，这些需求不是永远的，10年之内会消失的，10年之内可能剩不到1000个人，我敢保证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一种原则问题，是一种尊严问题。你像矿工大概当场死亡的15%，那残废的5%以上，那加起来20%，那重伤跟伤害的哦，有住院的大概62%，那总共加起来台湾矿工受伤率的死的、伤的、残的，加起来是82%。请问全世界哪一个行业是受伤82%？86万、87万的老农跟老渔都能照顾，加上我们10,000个矿工加起还是80几万，没有超过90万。五一的诉求不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但是总要把我们的话说出来。革命不一定成功，但是一定要革命才让你知道。人员危机伫遐边，阮的故事啥人听？无啦，哦，啊，矿工生活啥人问啊？换到已经福利无阮的份啦。好啦，哦，啊，这人一百张，到最后，名恁看啥人爱？身份证出号你有啊？有吧？一句。啊，咱虽然安尼加起，咱有100多个啦。啊，迄个光头啊，迄个苏仲康因，哦，大概。到应该几十遍嘛，是有哦。12点要住迄个立法院的秦贤楼门口吼，迄个保险去参详好啊，甲警察局参详者，为要让咱住啊，发现要让咱住啊，手机。伊讲无咯，迄人咧一段吼，人咧一个游行队伍是几落千人，咱100多个啊吼，会默默无闻。向家己，咱的诉求煞无法度讲出来。啊，搁煞你啊，官长，我连尾来一个，互你迄个标题去讲吼。12点准时爱到位，因为记者会敢若10点要互你讲的。12点准时到迄个地方。到地方用迄个秦贤楼，我有来组织个济南路，济南路秦贤立法院秦贤楼。啊，对，济南路就。济南路吼，迄人问下到报纸条去查好讲。12点要带遐，互人警察管咧过位，为要互人。啊，咱有咱遮先其实。水有啊无？毋是水，恁咱迄两个立委拢无甲咱讲，立委员拢啊无甲咱寄有，有讲要寄有，但是无讲偌济。生意在啊，无啦，伊要甲咱寄过来。你啊，讲无拢去啊？我来讲无拢去。恁两个无拢去啦，本来无拢去，我嘛调偌济去咧。啊，你讲讲要叫。啊，我两头人一人签10,000，叫一人摕10,000出声。我是要安排，我电脑要安排吼，中华啦，还是讲老人？唔系几啊？你较侪岁，90几岁来讲吼，唔照人。哇，90几岁做一世人，我讲啊，要死啊，拢无甲照顾一下呢。咱即摆重点诉求就是矿工真危险，退休了佫破病。哎呀。啊，崩啦！革命不一定会成功啦，不革命怎么会成功？对不？蒙头啦，敢毋知影无？无反正有套来，
食食趣味啊，嘿，无人顾，矿工足辛苦，退休无人顾。嗯，倒是倒是，你个，你个，你个，你想写写嘞？啥物字拍拍印小小抄印字字嘛？啊，一个字嘛，一个。啊，嘿啦，有个人哪只啦，哪看着的嘛？无你爱印钱就互人。小抄啊。矿工真辛苦，退休无人顾。骨摊日夜拼，故事无人听。生死无人问，福利无阮，无阮分。分无，无啥无只斗。福利无分阮。伊高文路坐船出去啊，讲起妈祖的。哎，讲要动员个支援的，佫坐船去。嗯，这款来较细。我这咱这咱拍，这拢好阿先来拍。拢黄的，拢一路拢黄的，黄的，互人家看。放过了吗？这有。那那先放一下。我要先放黄的去顶。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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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正的红来养活。呀呀呀呀呀！好了，很不错了。啊，有作气，安尼啊。有两位已经接近超过九十岁的老矿工，今天还是坚持跟我们大家站在一起走了出来。有一位是简松如，简松如大哥站在。我们大家给简大哥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啊，这回加油了吧！另外一位余生元。拍死了，做饭回来都拍死了，非常难得哦。我跟大家讲，台湾五月一号劳动节游行，从开始有游行以来，第一次有超过九十岁的劳工站出来走上街头。等一下，经济靠我命，经济靠我命，危险我来当。辛苦比天来接我，辛苦比天来接我，经济靠我命，经济靠我命，危险我来担，危险我来担，辛苦比天来接我，辛苦比天来接我，老矿工，老矿工，爱叫狗，爱叫狗，老矿工，老矿工，爱叫狗，爱叫狗，国家爱帮忙，国家爱帮忙。政府爱帮忙，政府爱帮忙，铁棍爱帮忙，铁棍爱帮忙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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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来问一下，这位是高龄九十多岁的大哥，帮我们说一下，他家里出来是个干，幸福够幸福哎，那就是一个。而且老公刚做个这老啊，这老哦，然后这嘛是老是好一个，老一个身体啦，一个身体安尼滴滴滴啦啦。啊，人做农的嘛有农保，啊，做鱼养鱼的嘛有鱼保，啊，无空刚退休无。是。哎呀。啊，今日温度足悬的哦，你靠十几岁安尼会堪的哦，就是讲。会堪是蛮小润的啊。嘿。听出来真会使听的。啊。希望就是。出来在境外在听讲的啦。哦，对啦，我就是希望要求一个讲，啊，做到当吃老啊，存一辈老尽头就对啦。哎，分数拢二二六六啊，你要不做老啊嘛就拢过，做事业嘛全部啊如何看到？我做二三十年阿头，啊我如天公唔系一辈子好啊死，我可能若做阿头拢死。真辛苦啊！哎哎哎！啊，咱来问一下你事长。
今天诉求是说，政府对什么弱势团体都有在照顾，但是对我们这些真金为台湾经济打拼过、牺牲生命、用鲜血换来的台湾经济起飞都没有照顾一下。我是希望说政府能比照老农照顾，或者是用一种特别条例来照顾我们这些老矿工，让我们这些不至于现在八九十岁还在流浪街头，还在在没人照顾，这样。谢谢。等一下会到这个台达格兰大道主场再继续有一些游行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好的，可以听到呢，这些矿工代表们表示说呢，主要我希望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可以保障他们这些退休矿工的权益。那么主要呢，现在目前呢，他们人是在立院的巡衔楼，紧接着将会前往到这个台达格兰大道的主场。因为今天是五一劳动节，所以有许多的劳工跟工会组织他们组成了这个五一联行动联盟。他们待会呢，下午1:40左右将会从台达格兰大道开始发起游行，接着前往到立院的，回到这里立院巡衔楼，接着呢，在最后抵达行政院哦。他们主要呢，这个今天呢，这个五一行动联盟，他们有两项诉求，包括